望的你也是否，我没有说却想说，请你不要跟着我，期待还留着斑驳的你也是否，时间多久像沙漏，日子流浪般的过生活，离开的你是否也是我。我唱错了啊，自己罚一杯，我帮你。属于他看歌词来唱错。iPad， 是 iPad， 每首歌都这样，没有错。iPhone 就算了 ，iPad， 嗯，没有道理的。跟你说，先聊天。你太急，你我唱嘛，感觉。就二十分钟要八首就要完毕了是不是，我们也休息喽，全部都要唱完喽，全部都唱完，没有休息了，没有多少休息的，对，说明我们要度过这段时间，对，如果脚很酸的话，什么啦？听不懂，不是老讲国语吗？脚很酸，脚很酸哦，脚酸了，我不知道你刚刚脚很酸了吗？我刚才这样吗？我刚才不是这样。他说脚很酸的话，酸。好啦，不要上网吃。到时候就蹲下来，你微蹲，做个两次，然后就好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是好了啦，唱歌。谁骂谁？像一朵日子流浪般的过写一封想念远方的你也是否，我没有说却想说，请你不要等着我，其他还留着斑驳的你也是否，时间多久像沙漏，日子流浪般的过生活，离开远方的你也是否，舍不得说却想说，请你不要忘了我在这里过，是否你也想我。Oh, oh, oh.
烈的古兰上。